大家下午好啊，然后他们让我站这儿嘛，好像说不能挪动这边哈，一点点，这边一点点，然后就 OK 就这个地方了哈，那个聊聊天，因为我刚才也是跟福布斯的朋友们在说，我说，我讲什么哈，我前面都是优秀的这个。商业领域方面的，就是和火热的时代是同步的一些优秀的创业人。那么我呢是做文化的，做文化的为什么让我来做还压轴哈？我们在戏剧里有个词儿叫压轴，就最后一个说哈，可能是大家对文化的一份尊重吧。那我想讲什么呢？我说创业。创业里面是有创意的，对吧？是创业在前还是创意在前啊？啊，什么？创意哈，创意哈，有了好的创意，才可以去创业。但是创业往往被我们提到我们的最开始的这个年轻人想要奔点什么事儿的时候的最开始的一个前提，就是说爸妈，我创业去哈。或者说我怎么创业，创业这个是一个形式，是吧？是个形式。那么可能似乎大学毕业之后，可能似乎不知道是什么，很茫然的，大家就说我得创业去，因为创业其实和你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说我创业去，我去生活，我以后还要组织家庭，我还有孩子，我没钱这事儿怎么办，对吧？然后这个创业和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这个未来的提供给自己生活的资金链，就形成了一个流转的这样的一个渠道。那么创意这个事儿就不太一样了。那创意是要从你自己的根性上，你要有自己的一份理想，然后我要有好的一个什么什么创意，无论是在公司里面，还是在你自己最开始的一个原创的一个想要去带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自己会的一个什么东西去把它完成，然后用自己的一份智力，然后去游说你的公司也好，游说你的朋友也好，去把它完成落实，然后这是一个创意会得到大家的认可。那么我干这个行业，我只能从我戏剧这方面来说哈，就是我们这个行业比较有趣，比较有游戏感，就是我们一直在创意，在创意的那个过程中也一直连带着形式上的那种创业。那么大环境来讲，中国戏剧从我1997年做我人生第一部话剧，是我自己拉钱做的，拉了21万。然后当时中国的这个市场是拍个电视剧还行啊，有人投资，要真是说做话剧，比较少，投资比较少。但是我当时产生了一个创意，就是这个创意呢，是一个有现代舞的形式，有中国戏曲里的造型意识和节奏意识，有中国话剧的元素，这个三种结合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创意。我是因为这个创意先出现在脑子里的，然后我说我得找个题材，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很有趣的题材，然后对应了这个我的创意。有了这个创意之后，我说我得去拉钱，没有钱我没有办法落实我这个创意。那么这个创意的动力是什么？这个创意的动力是我当时一个爱情的一个失去，然后这个爱情失去，这个创意点非常小，就是说我失恋了嘛，然后我很想把我的感受跟大家表达，那我会一个手段就是戏剧。那我想大家都要就是说表达爱情，要送个花儿啊，送什么玫瑰花巧克力什么或者礼物哈，然后我说那我送一出戏，送一出戏在我喜欢的这个人的生日那天演出，哎呦这个创意太好了。
然后这个人是9月23号的生日，然后我就想在那年的9月23号在一个大的剧场里边演出一个歌颂爱情的戏。然后在这个歌颂爱情戏里边，我刚才说的形式啊、内容等等等等，就产生了这么个创意。然后就拉钱，拉钱拉了7-8家都没有人理我，因为人家都没什么兴趣。后来我就继续游说，就游说到我一个好朋友这。我这好朋友呢是正好也失恋，他想完结一场他10年的爱情。然后我们俩就聊一聊，他说哎呀他聊哭了，聊得很感动。啊，小插曲说一句，你的创意有了你还得能说，你这个说不是胡说八道哈，你这个说要说得非常真切，非常诚挚，非常诚恳。我当时就很诚恳地跟我朋友说了，我这个朋友呢说那这样吧，说你看我行不行，我出钱给你做这个戏。哎呀，我说太好了，我说因为我那个创意完不成的话，我说我觉得我当时这活着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我中央戏剧学院毕业之后，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学习一般，但我有几个老师特别看好我，说我好像似乎能做导演。然后呢，我这毕业之后我喜欢现代传媒，我就上了深圳去做广告。然后我做广告，然后我不是那么喜欢戏剧，然后远离，由于远离后来发现自己其实很喜欢北京，我是北京人，就很喜欢北京这个赌石的城砖似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信息市场非常广泛的这个都市。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说我好像似乎在戏剧学院学的那一套我都会了，那么我带着学的会的这一套，我说我得回来做我想做的戏。那么我想做这个戏的这个出发点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场爱情，然后这个创意就这么产生。产生之后我就有钱，如果说落实不了，那我当时的状况就是一，我自己本身没钱，二，我北京的爸妈看着我也很不孝顺，三，那个也没谈恋爱，谈恋爱失败了，然后四是也没个单位，五不敢进我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我不敢进学校，因为学校老师觉得这孩子看着还有点出息，可能有前途，还有一些寄予在他身上，结果他就玩去了，他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就像没魂儿一样的人。所以我说孝也不孝，钱也没挣着，是爱情也没有，然后还不敢见自己的师承的这些学校的老师，那这人他还有什么意思呢？那我就想，我说我会有这么个创意，我想把我创意实现出来，就是一出戏，然后我想还实现不了，那我说我这基本可以自杀了，确实没什么，一片惨绿哈，青春岁月一片惨绿。然后就找到我这个朋友，哎，我这个就是你命不该绝啊，人生所以有时候会遇到很大的困苦。然后我这个朋友说，这个我掏这个多这个钱，他说你要多少钱呀？我说我要二十万。我怎么就想了个20万？因为我想做了一个大剧场的戏嘛，那应该在1997年20万差不多能做完。然后他说好吧，那我掏了这个钱。那么他掏了这个钱之后，有了我人生第一次艰难的呈现，然后这份艰难的呈现里面充满了爱心。然后虽然我的情感很失败，但我怎么会在那出戏里如此的相信着爱情哈，就表达了。这出戏叫断腕，这个断腕的这个主演呢是现在一个著名的舞蹈家叫金星，那也是金星老师第一次30岁人活到31那年，他第一次在舞台上跳了这么多年的舞，第一次用语言来和大家传递他的表达。那所以金星也很努力，我也很努力，然后那个戏我就在9月23号那天在破除各种困难的情况之下把它放到了首都的舞台上，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所以我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做的第一部话剧，
然后做了这个话剧之后，紧接着就是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领导就看了戏，看戏之后就说，田导你最好能给我们话剧院导个戏。那作为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毕业生来讲，能分到国家级的剧院这个事儿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几率很小，必须是非常 good luck， 非常好运才可以到国家级的剧院。那我很幸运，由于我自己把我自己给表现出来了，这就创意去落实，完了你推动它，你真的去严格的落实，想尽方法落实，艰难克服这个困苦，就是坚韧不拔的去落实你自己的想法。那我当时就是很努力，然后就出现了。所以说我是自己让我自己出现的，然后才有这个实验画卷觉得，哦，因为你出现了嘛，你不能说我等着是我爸爸有钱给我做，还是我等着哪朋友接济我，还是我怎么样，我觉得是自己的努力吧。所以我觉得没有这个说怀才不遇这件事儿，就我做完了，我知道没怀才不遇这件事儿，就是说你自己是不是有勇气面对生活，有勇气去完成你自己的想法。那所以我就做了这么个戏，就后来到实验话剧院去导了我在国家级剧院里的第一部话剧，就是有一个现代文学女作家叫萧红，那个萧红的处女作叫《生死场》。那我就把生死场在中央实验话剧院就演出了，也是费了很大的心血，然后克服了很多的不信任，因为我那年是29岁，我在中国国家话剧院，现在叫中国国家话剧院，当时叫中央实验话剧院的这个排练场里面，那演员都是我的老师，我平时都叫老师，然后你坐在那儿，然后很多说法就说，哎，说这你仗这么一小小丫头片子在那儿坐着，说这靠谱不靠谱啊，说这人能导什么戏啊，这个但是我很努力，我导成了以后也很轰动，所以我那时候就我觉得我是个天才哈，老师们都很信服我，然后那个戏也为我们剧院赢得了很多的声誉，这样我觉得我就踏上了这个，心理准备并没有跟上，就踏上了一条专业的导演、职业的导演的生涯，而且是把我调到了这个原中央实验话剧院，就现在叫中国国家话剧院，而且很快的时间，我一直在证明自己，做了一些戏，像《赵氏孤儿》。那我做《赵氏孤儿》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困难。我讲我这个连环套式的小创意啊，我的创意其实就是伴随着我所有的创业。那么赵氏孤儿当时我们中国国家话剧院想做，我们国家话剧院成立2002年，很年轻的一家剧院，当时还有北京的一家老牌剧院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有一个著名的大导演叫林兆华，就是茶馆的这个导演，他导了很多的戏，林兆华老师他也做赵氏孤儿，那我一听林老师做，那我就别做了是吧，结果跟我们院长提，我们院长说那为什么人家仁义能做咱们就不能做呢，领导说还是做吧，哎呀那要做的话，那我这边人单势孤啊，阅历技术都不行，但是是不是喜欢春秋战国时期那个大漠孤烟直，没有任何高层的建筑物挡住的那样的一个荒野式的少年中国的气象，那是不是喜欢，还是喜欢，那就跟老牌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们国家年轻的国家话剧院跟人打了一次擂台，那就是我努力做的。像这样我就每次都会遇到一个新的作家，每次都会遇到一个新的历史的某一个阶段，然后就不断的在一个就解题的过程中破题解题，然后我后面还跟了一些优秀的作家合作，就有故去的，像我刚才说萧红，还有我做了一个张爱玲，
那么张爱玲在我做的时候是已经中国已经到了怎么讲呢，就是经济好转吧，经济好转之后呢，就是各地的演出公司应运而生，然后又建了很多的剧场在这个城市里面。那么我这十几年十七年做戏，其实是伴随着这个改革开放的中国，从这个发展经济到有一点点文化的这种波动，到开始有这个艺术的空间进入。艺术是什么？艺术是可以改造生活的。那所以我们做的这个事儿就是这改造生活的一部分。那么所以就说，那我就遇到了一个商业流程上面的一个大规模的潮流。这个潮流就像是那个潮水是两丈多高直接拔地而起，人如草芥，树都会连根拔起，然后你不得不在这个潮流里面来再推动你自己。所以就是说这时候需要一个定力，需要一个在这时候很清醒的一个认识，来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来保全自己，产生自己的文化态度。所以我个人呢有一个东西就在我心里，我一直有一个就是大愿，大愿就是我有我的文化态度，我喜欢中国的文化精神，我想传扬中国的文化精神。那么同时我懂戏剧技术，然后这些我都可以促使我来传递一种精神。那么所以说这个都是需要自己的这个在所有的泥沙俱下的情况下保持了一份清醒。然后其实你有了这份清醒之后，然后你付出是绝对真理，你索取并不是绝对真理。就有的时候说我付出了我怎么没得到，那没办法，说那你还是不够，然后你要不断的再去坚定自己。那么今天其实这时间也很短，有好多心得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去分享。那么最近呢，我就是在这个商业大潮的这份潮流中，最近有了一点点的提升，有了一点清醒，就是我想再做我的戏的时候，我会创意我自己的想法。那么就是说我最近做了一个我的工作室，田沁鑫工作室扩大了一点点，做了一个清新文化，清水的清，心脏的心，清新文化，我是艺术总监。那我说清新文化要做什么呢？要清新社会环境，清新艺术环境，清新戏剧空气，清新人的心灵。而且我坚定不移地弘扬我自己认为的中国的文化精神，然后我去努力地做我的戏剧技术，然后我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表达给大家。那么所以我说我做的这个戏就是一直是在不断的创意和不断的这个创业就滚动交替中在进行。那么我后来做到了，由于商业大潮的这个带入，我的有一些戏就像青蛇这样的戏是一票难求，这是香港著名作家李碧华先生的小说改编的，20年前是徐克导演拍过电影。然后我在做的时候当然也有明星介入啊，像秦海璐啊、袁泉啊、辛柏青都在里面演。然后我们这个戏呢就是说做到了就是演一场满一场，包括我们到上海演出的时候是佳作。我还有一部戏也很还不错，就是四世同堂，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其实那是一个85万字，要把它浓缩在3个小时内完成，这是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然后你要跟老舍先生去沟通，跟格式沟通，然后你把85万字浓缩在这样的一个短时间内完成，所以这个难题也在做。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做导演的这个工作吧，就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的话，就是不断的解题，不断的去创意，不断的创意，就成了一个创意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然后在创意还不行，你还要全方位把它给落实下来，所以这个事儿是个挺难干的事儿，但是我干的还挺有，目前还挺有乐趣的。
然后呢在干的这个过程中逐渐在真的是捋清自己，逐渐在交朋友，然后希望能推动，不是说我现在做的这事情不是单纯推动我个人的事业，我是想在今天这样一个有可能的这个文化的一个提倡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边，是不是能够我产生我的文化态度。所以说我们最近呢在做一部戏，就是在福布斯这儿，我们这不前面你们看到一个海报，我那个海报呢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在这个戏里面就是叫英雄，我们的名字叫英雄24小时。然后这个英雄24小时讲的是个什么事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年轻的游戏公司的总裁，中国的，他想接这个美国动漫集团的一大单生意，然后他选了一个那个项目，就是他这个游戏项目是兵马俑侠拯救世界，然后他就给这个美国人讲了，美国人讲完之后，美国人就问他说，你能准确地说出你心目中的一个英雄，中国英雄的名字吗？然后这个男孩想了想说，想了一个雷锋。然后雷锋想完了之后，紧接着他就浩瀚的5000年文明就在他脑子里出现了，然后他就堵车了，基本上就失语了。后来美国人说你看你是不能准确的说出你心目中一个中国英雄的名字，说所以说英雄这个概念在你们中国人心里是缺失的，然后你英雄这个概念只能由我们美国人来输入。那么这个说完了之后呢，这个小伙子当时很搓火，然后这个小伙子就问这个老板说，您什么时候回美国？老板说，我2天以后。那个小伙子说，那好，24小时之内我再重新给您递交一份方案。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回到了他的办公室，就给他认为他大学时期6个头脑脑力最强健的这六个朋友打电话，然后这6个朋友都没有干他自己在大学时候的专业，都分别是现在在什么，有做电商的，有做餐饮的，有做这个结构上市公司等等这些做金融的。然后在24小时之内，这些年轻人全部在连线，然后把中国的英雄资料给整理了一遍，同时产生了6个关于中国英雄的概念。然后这个6个人当然也有矛盾，最后在统一的这个思想的一个情况之下，在24小时之内，6个人分别从自己的城市，在24小时之内飞到这个游戏公司总裁所在的这个城市，然后他们很聪明，有一个人很逻辑，在最后的时候，他们帮这个游戏公司这个年轻的总裁做了一个方案，那么还有4个小时上会跟美国人谈判，那这4个小时里有3个小时一定要睡觉，那么还有1个小时里边不是有一搞餐饮的吗？那搞餐饮的说咱还得吃顿早饭，然后还差半个小时大家驱车到那个美国公司那儿，然后说大家遵守美国人的规矩，就是我们在外边等你，你进去谈这个方案。那么这个戏里面其实也谈到了，一是谈到了英雄的概念，二是也谈到了中美的这个英雄的不同。你比如说美国英雄，那么二战之后是这个英雄的这个概念，他们去塑造了一个叫超人的，就是一个内裤反穿的这么一个家伙。这个超人是不是人？他有超能力，然后他怀着一个拯救人类的大愿，然后这个美国的这个超人他就去拯救人类，同时抱得美人归，那最后他也没有失败，从来不失败，还得到政府的肯定。那么这是电影里边，美国电影里边的英雄的这种形象基本都是拯救世界，抱得美人归，政府承认，对吧？也不死他们啊，但他们那都是假，都是假的。但是中国的英雄呢是什么呢？那中国的英雄是悲壮的，首先是净遭人陷害的，
然后这个凭一己之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还不见得最后结果是成功的，然后还得死，关键是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他还得死啊。然后在我们做这部戏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英雄概念的时候，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一个你对中国的文化精神和你安身立命的这片文化，这片土地，你的文化结构是什么，你的文化逻辑是什么，然后你的英雄是什么，你的创业需要你的胆量，胆量不就是英雄吗，对吗？平凡的人干了不平凡的事儿，这就叫英雄。那所以说我们从我们有文化态度，那现在就是说我是不是为我的表达去在做，那我的表达是不是有逻辑的一个文化追求，那这是我们现在做戏剧。因为我觉得戏剧是一个非常好的道场，就是来的都是朋友，然后通过场铃收了，场灯开始亮，在一个黑盒子里，纯物质的舞台有灯光就有戏剧，然后那个极处的舞台就亮了，那个极处的舞台里边有假想的道德，有假想的社会，有假想的人际关系，假想的历史，假想的爱情等等，一切假想就在这个舞台上出现了。那么如何用这种所有的假想来说出真情，来诉真情，来传递思想，来传递你的文化的精神，我觉得是我们现在我做的这个小而美的创意内容公司我们想做的这个事情。那么刚刚起步，其实作为我个人来讲，我有很多的粉丝，喜欢我的观众都很希望我不要受这个商业大潮的这种冲击，希望我能立住我自己的根脚，来让他们继续热爱我。那我也是很努力的在维护我自己的这一份，老天爷给的我这一份能做戏的这份脑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创意了，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但是我创意的我这家小小的，把我田青青戏剧工作室稍微扩大化一点的这样的，时间到了哈，这样的这个小的清新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公司，这个我还是真的很希望它能够清新的健康的去发展，然后传递正能量，关键是传递我们认识的文化态度。所以我最近还在做一个戏，就是李敖先生的《北京法源寺》，我争取在今年的12月份演给大家看。那么这里边谈到了中国戊戌变法时期的几个人，就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有谭嗣同。3000年之巨变之中国之当下，当下我们是不是能够回望历史，能够看到百年的中国今天是不是在思想上，在封建审美上是不是还在原地踏步，然后你的经济可以发展，你的这个聪明人也很多，你在创业，但是我是做文化的，我今天跟大家伙在这分享，就是愿意做文化的找我聊天，我希望能够在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现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境遇里面，来做一些真正意义上对生命有益的事儿，对我们生活有益的事儿，对文化传承有益的事儿。就发言到了，谢谢大家。